年近岁晚要买传统嘅年货，点少得腊味呢？嗱，我之前住大角咀啊嘛，咁过年嗰次咧，我系会帮阿妈去旺角嘅花园街智胜大厦嗰度，就喺正旺角间八珍对面嘅啫，嚟呢一间锦祥号嗰度买腊肠啦、润肠啦，同埋腊鸭。嗱，以前佢系喺入面啲嗰啲位咁样嘅，后屘又搬咗出嚟门口呢个角落嗰度啦。我谂呢度应该都有好多好似我咁样系食过翻寻味嘅回头客嘅。嗱，佢系一间小店，就冇钱卖广告嘅。之前几廿年都系做贴牌工场嘅啫，即系换言之，整出嚟嘅肠系要黐人哋个招牌落去咁样嘅。所以人哋就标榜自己自家出产咁样啦。咁你食完之后就哇，边家啲嘢好好食啊咁样。但锦祥号就喺背后做咗几廿年咧，都寂寂无名。金牌润肠好过啊！哦，脆皮，你有冇入食过饭先？我食过啊，诶，脆啊，系啊。但系啲人话点样啊？蒸完都唔脆。我哋珍珠肠衣就唔会黐牙，佢就焗噶嘛。真，我真嘅猪肠衣啊，出边假嗰啲黐牙噶嘛。系。咁你真嘅猪肠衣，你系做嗰个焗炉啊，蒸完再焗，跟住用白镬烧红个镬，跟住开翻一点火，碌蒸完之后拎出嚟，碌佢分嚟两分钟就做到嗰个效果。哇！你饮啖红酒啊，嘿，嗰个升华。我开一支八二年嘅百事。我望唔透，因为你入去食先，有啲人诶，我喺屋企蒸都冇。我话你蒸梗冇啦，要咁做啊嘛，啲人唔信我哋啊嘛。哦、最早期嗰阵时咧，啲人又话交讲大话，点、哦、你要做嗰个过程嘅问题，佢、哦、几廿年都系咁做，我哋交俾佢。咁我之前同铺头嗰啲姐姐倾偈啦，就知道佢哋系由切肉、绞肉、称味、灌肠、炸肠、烘肠去到包装，一条龙出品。那个工厂就喺西环嘅啫。今年我打算拍个寻味老香港的传统年货特辑啊嘛，今日上去佢哋位于西环锦添工业大厦三楼个工场嗰度买腊肠，嗱系啊，佢哋个工场嗰度买咧系会仲平啲嘅添，点知无心插落俾我见识到呢个夕阳行业最真实嘅一个制作过程啊！咁呢间隐世老字号就位于呢一栋日久失修嘅旧式工厦里面，嗱，所以我行楼梯系会快过搭 lift 嘅，咁你明有几旧噶啦？一出 lift 门就见到佢哋个招牌啊，唔惊去错地方。另佢左面已经见到有啲腊鸭、腊肉挂咗喺度，不愧系一个腊味工场，够晒奔放啊！咁我食咗好几年噶啦，知道晒要买咩款式咁样噶啦。嗱，有两款系我自己最中意食嘅，分别就系佢哋个特秀鲜肉肠王同埋佢哋嘅润肠。系啊，半斤半斤咁攞，系啦系啦。咁即系咁样啦。系啊系啊。咁润肠咧？润肠都系一人半斤半斤啦。好。诶，我唔识拣，你帮我拣。哦，好啊 ，OK 啊，你话事啊。呢啲都靓，不过细只啲。哦，你话事啊，我冇识过，所以我唔识拣啊，我。呢个咯。工厂喺度边啊？你入去睇啦，慢慢行啦，睇住横。哦，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右手边系嘛？好多人访问噶。哦，我见识下先，见识下先。所以话传世手艺真系一个可遇不可求嘅系列，因为我都细估唔到工场种地可以随时打开门口任你入去睇嘅地方嚟嘅。好啦，咁呢个就系香港石果仅存嗰几间腊米制作工场。我谂唔使我形容噶啦，大家都会想象到嗰阵味就系、是，嗱佢唔臭嘅，但有阵几独特嘅肉腥味。佢唔系单纯嘅血嗰种腥，而系捞咗好几种材料混合而成嘅一阵，又唔系话好浓烈嘅一阵味咁样。咁老板同几位伙计咧就旁若无人咁继续做嘢，似乎谂应该习惯咗啲人入嚟参观噶啦，净系提醒咗一句就话小心地下线啊，然后就冇理过我噶啦。因为就嚟新年啊，啲腊味供不应求，佢哋啊摩打手咁样赶紧工啦，我咧就静鸡鸡咁企埋一边，见证住一条腊肠诞生嘅大半个过程。系啦，系大半个，因为仲有切肉啊、称味啊同埋搅匀呢三个过程咧，佢哋朝早已经做咗噶啦。要落几多盐、几多糖，仲有胡椒粉啊、肉桂粉啊、玫瑰露啊等等呢啲嘅话，个份量系每家品牌嘅独门秘方。即系换言之，负责称味嘅师傅系直接决定咗呢一档腊味嘅生死。佢一走，档嘢可以收皮噶啦。咁呢个灵魂人物就系老板嘅本人啦。嗱，讲咗咁耐，你认唔认得边个先老板味呢？系啦，就系佢啊！今年66岁嘅余锦华余老板。老板事事亲力亲为嘅，落好调味料之后，咪要搅匀噶啦，系咪？咁用机器搅得唔得咧？得，但远远冇人手咁准确，因为要用手掌仔细感受一下啲糖粒啊、盐粒啊，系咪已经充分同啲瘦肉肥膏融为一体？全凭经验嘅，
用纸笔写低个要诀，都不及浸只手落去摸翻一千几百次个肌肉记忆咁鬼准。将捞好咗嘅料放入灌肠机，然后就将猪肠按摩凹落去个喷嘴度。咁做师傅咧就要眼明手快啦，而一见到个肠衣有崩咗穿窿嘅地方，就要剪断佢再扎过。咁啲料系湿噶嘛，个灌肠速度又快，所以肠衣入面系会积聚咗一啲空气同埋水分喺度。如果你唔疏咗啲气，唔留咗多余嘅水分出嚟嘅话咧，条肠就容易变坏嘅。咁所以灌好咗肠之后嘅下一步就系打针啦。嗱，你睇老师傅做咧，就好似求其怼佢几嘢咁样啦。其实个巧妙位系要成个动作都干脆利落，呢排针要直上直落，要快手嘅。咁个窿位咧就啱啱好够放到啲气，够排到啲水，但又唔会大过到会漏馅个地步啦。打完窿之后，下一步就系扎肠啦。咁啊，将行你十几米长嘅腊肠，按照特定嘅长度，用咸水醋分成一孖孖咁样扎起佢。然后再用麻绳索喺佢两边之后咧，就可以拎去洗啦。嗱，唔同颜色嘅绳系对应住唔同种类嘅肠嘅。咁有咩种类呢？呢个阵间再讲讲啦。咁喺度轻轻冲一冲水，洗走表面啲污糟嘢之后咧，就挂喺呢个位度擎干啲水佢先。然后再一挑挑咁担佢入炉烘干。嗱，香港嘅天气就咁黑人憎噶啦，都就嚟去到冬至嗰时都仲系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嘅。如果你话喺秋冬季节要靠每日天然生晒成百斤嘅腊味咧，真系太玩笑嘅一件事。所以唯有用电炉去烘干啦。咁电炉可以徘徊喺52至55度呢个范围就近乎恒温噶啦。底下仲有几把风扇长开，自制对流风啊。嗱，炉位呢度系几热噶，我企喺度影几分钟咧，已经流晒汗噶啦。咁腊肠入咗炉之后咧，唔系收工噶咯，你要每隔几个钟就要转轴，咁即系将上层同下层嘅腊肠对调位置，咁先烘得均匀啊嘛。咁喺度我谂起前排去阿 Greg 嗰度睇佢哋嗰个焗炉啦，受热均匀就唔使调位咧，其实悭水悭力好多。咁你谂下，一层挂住行啲成百斤，一日咧要调两次位，而呢个工作要做四日先大功告成。咁你又明点解呢一行系一个夕阳行业啦？就算你顶得住出面工场嗰阵味，都仲要顶得住炉位个高温。啊，到你顶得住呢个温度咧，你都仲要担担抬抬，同埋人工想象到唔会有几高嘅，其实同担泥冇乜分别。所以你见成个工场一个后生仔都冇喺度，留喺度嘅都系几廿年经验嘅老师傅。如果佢哋退休咧，就会青黄不接噶啦。所以呢一阵老香港风味仲可以传承几耐呢？我谂可能连余老板都答你唔到啊！由喺门市嘅姐姐到喺工场嘅伙计，都对自家嘅品牌信心十足。咁为咗证明系 100% 无添加咧，仲自己走去化验签埋张证明喺度添，都唔够，佢仲直接打开工场度大门。嗱，人哋餐厅开放式厨房啊嘛，佢呢个系开放式工场，直情你可以行埋入去，近距离睇得一清二楚。嗱，我企喺度都唔系好长时间噶咋，都听到老板个电话系每隔几分钟就会响一次咁样。咁啊，原本以为系其他铺头打嚟攞货咁样啦，原来好多听落系一个普通嘅客人嚟嘅，问啲问题好琐碎，包括问地址又有啦，问点样蒸啲腊肠又有咁样啦，五花八门嘅。但老板全部都好有耐性咁样答晒佢哋。嗱，答问题又系佢，整腊味又系佢，收货都系佢。咁攰咧就坐喺纸皮箱上面爬两啖饭，然后又起身继续做噶啦。所以呢份毅力真系唔简单。呢条做工复杂嘅本地腊肠食起嚟系有血有肉嘅出品啊！我哋嗰日上去买嘢系喺星期一嘅中午左右时间咁样，特登拣个平日时间嚟啦。同埋以为工下应该冇门市咁旺啦，但点知人流冇停过。呢度因为少咗地铺嘅铺租成本啦，所以喺门市嗰度卖呢个特色鲜肉肠王系188蚊一斤啦，喺度160蚊斤就买到噶啦，即系换言之平咗28蚊一斤啊！睇得出嚟帮衬嘅有唔少都食咗好多年嘅熟客，有晒心水噶啦，买完就走。亦都有啲咧系后生嘅，似乎系受家中长辈所托嘅，嚟呢个工厦嗰度买啲隐世靓料。咁啊惊拣错，所以问多几句咁样啦。咁伙计都好有耐性咁，全部解答晒佢。佢哋就话，即系我偷听到咧，系咁讲就话，食嗰时咧用清水冲一冲佢之后，放喺三米上面齐水咁煲，同平时煮饭一样嘅啫，咁就 OK 啦，唔使话特别落多啲水咁样嘅。你要香口嘅咁咪炒芥兰咯，
嗱，你蒸又好，烚又好，炒又好，腊肠落嘅玫瑰露够优质嘅话咧，嗰阵酒味系唔容易发挥嘅，亦都能够令到啲肠游得嚟，仲有啲清香嘅余韵喺度，咁就系回头客嘅关键啦。而综合咗家中长辈教落同埋喺铺头听嘅姐姐分享案咧，得出嘅结论就系一条靓嘅腊肠，佢要本身个肠身要够干啦，同埋望落唔好太红啊。因为鲜红色嗰啲咧，可能因为落得多嗰啲嗰啲食用嘅红色素，同埋以前嘅腊肠个肥瘦比例咧，约摸系六成瘦，四成肥。一嚟食起嚟啊咸香啲，易送饭啦；二嚟因为啲肥肉平啊嘛，咁肥个比例高嘅话，咁个价钱咪容易负担啲咯。依家咧系兴瘦肠嘅，嗱锦祥号嘅王牌就系呢一款特瘦鲜肉肠王啦，佢系九成瘦，一成肥。嗱佢又唔系全瘦喎。留翻少少肥肉嘅油润，中和一下瘦肉嘅甘香咁样，口味唔会太重，食多两啖都唔会漏嘅。嗱，咁佢哋都系啲 100% 纯瘦嘅肠，肉味系浓啲，兼且啱晒上嗰啲想健康又想过口瘾嘅人啦。但系少咗啲油香味，我硬系觉得佢差咁啲嘢咁样嘅。嗱，佢哋嘅润肠就当然系更加极邪恶噶啦，而比佢更加邪恶嘅，仲有呢个鹅肝肠，系更加油，更加香啊！有啲漏口对我嚟讲，虽然咧都系润肠就够噶啦。好啦，咁今段片嚟到呢度啦。想当年喺风光嗰时咧，其实呢座锦添工业大厦几乎全栋都系纳米工厂嚟嘅。咁啊，经过几十年嘅风风雨雨咧，依家全香港我谂都系剩翻屈指可数嗰几间嘅老字号仲喺度默默耕耘紧嘅啫。而呢一行嗰个青黄不接嘅问题有几严重，我谂唔使我多讲噶啦，大家心里有数啦。因为呢行是真正的力不到不为财，同埋有热呢，你整腊肠不可以吹风，所以是不开得风扇的。而他又买啲咩利润丰厚的生意，所以哪会有新人肯入行呢？究竟呢一班难得的本地靓肠仲可以食到几多年，我觉得真的很难讲。之前几十年都做过无名英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锦祥号，在最近呢十年八载都终于捱出少少名气了。虽然都是没钱卖广告，但靠返熟客以口相传的口碑，慢慢都积累到少少的回头客。咁而啲熟客系仲会打电话嚟留货添，所以喺门市嗰度会见到呢一啲散装卖嘅，系每款入一孖喺度留俾啲客嚟拎嘅，咁就唔使下下要半斤半斤或者成斤成斤咁卖啦。睇落似乎系一门开始有起色嘅生意添，但始终都面对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系、是。如果那班七老八十岁的老师傅慢慢开始胜任不到这些这体力劳动工作的话，那这个大半个世纪的老字号可以怎样传承下去呢？我想这个是很多传统老店，尤其是那些找不到外人接手，焗住要以家族生意形式来承继着祖宗留下来的手艺的那些老店所面临着的困局。我知道有很多观众都想看全世手艺系列啦，但要找到这些这样的日渐凋零的行业和手艺，还要人家肯给我拍呢，是真的可遇不可求的。咁讲缘分的系列，拍第一集，第一集啦。咁至于那条分享传统年货的片，我剪紧噶啦，大家密切留意啦。喜欢这条片的记得赞好、分享、留言和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我们下条片再见。其实香港制造不是全部都是夕阳行业来的。嗱，今次有啖冇食出嘅第一次纪念品咧，正正就系由香港制造。咁呢两件公仔咧，会喺2月7号之前发售。头500个支持者，仲有我哋嘅亲笔签名同埋手写心意卡。想了解详情嘅，可以睇翻依家右上角弹出嚟嘅链接，或者 click 入下面资讯栏嘅链接嗰度购买啦。多谢大家支持啊！